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你说不必了，不是说好了你分手了吗？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却不接受，还叫我忘了你，从此不要再联络，让彼此都快乐。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却不接受，还说我会找到另一个比你更好的女人。说我会找